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，工地的一个作业的工作，它是正式的一个契约模式，然后雇佣人数是有5名，工资大概是从月20万到20万之间，然后春节时间是8点到17点，日本语能力日常会话就可以了，然后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参加一个面试会。然后我们公司的面试会是大概，每天都有。然后一天大概有从20个公司到40个位置以上的企业参加。好的，谢谢。